注意看，年夜饭必做的锅包肉，酸甜酥脆，家里有小孩的特别喜欢，一口一个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里脊肉切片，拍打松散，加盐胡椒粉，料酒，抓拌均匀入下底味。碗中加入土豆淀粉，加入半碗清水，沉淀以后把上面的水倒掉，得到这种似非流动体，然后放入腌制好的肉中，抓拌至每一片肉均匀裹上粉，再淋上一勺植物油更酥脆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先炸至一遍定型，油温升高再复炸一次，这是外酥里嫩的关键。我每天都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可否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专业的锅包肉汁，它是东北大厨按比例调制好的，一次只需要半瓶，熬至冒泡泡，倒入锅包肉，放入葱丝香菜，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外酥里嫩，个个酸甜酥脆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你也安排起来吧。